你到底是凭什么来决定别人人生啊？敢不就因为你较有钱，别人的命都不是命，是不是啊？罗振群，注意你讲话的态度。怎的代志？是不是跟刘小姐串通好势啊？恁就是希望看到高一飞去用乖，安尼伊就当彻底离开我，离开公司，先说家己人生乌有去啦。你即摆在讲啥？你真正无算种卑鄙下流手段来达成你的目的啊！你为着要陷害一个人，讲伊卖毒卖淫，你知影无？这两点无靠在头壳顶，伊一下都乌有去啊！伊是真无简单，才食死机会。伊这么打拼，想要重新站起来，恁两人这么残忍，去对付一个想要脚踏实地的人啊！你真正太过过分了啦！我太了解你的做人啊，我根本不知你的手段。先是伊姐，然后是高宇飞，只要是你无介意的，你就给伊除掉。你刚才你那阵，伤害上亲人是谁？是我。我真正无想看这种代志阁发生啊！这是什么世界？那是阁发生，你就失去我这后生。你即马伫个讲啥？现在大家当着感情的代志，你就别反对嘛！我要听我的话啊！我当初不是该听你的话，离开以前啊！然后嘞，你大家安尼失信失信，食袂落，困袂去，我看你安尼，我有偌痛苦，你敢知影？想怎样来折磨我？想怎样要为着外口的查某破坏咱母仔囝的感情啊？方经理，这里拄好副总嘛在遮，甲恁报告一下，昨下代志我查过啊，无任何一间媒体有报，你会当放心啦。你先跑啊！正确，跑啊！别搁跑！救救你哦！你要这个时间还没教育费，我只管来写几百个。陷害伊，你是有啥物事有够陷害伊啊？当作是白痴是不是？你种狗屁，骗囡仔多少年啦？副总，我是为着你好呢，这先提一出去，该交代好势，莫浪费咱的时间，赶紧承认，赶紧结啊！即摆是安怎？当作是我串通好势啊？我当先安尼做，你嘛较友好嘞。你妈这么宝贝你，爱我赶紧把你救出来。你竟然讲这才是伊设计的？你若是要继续做一只狗，不要紧。要么总有一天，我给你一只狗，比流浪狗还阁凄惨。罗振群，高宇飞的代志，甲我、甲刘律师拢无关系啦。你若是要找人出气哦，你找唔到人啊！罗小姐。高宇飞是一个真单纯的查某囡仔，伊到今嘛阁真相信你。杜连长，你来斗三工，伊嘛真想要甲伊说多些。你竟然阁讲伊卖毒卖淫，你根本是人啊！我是阁做啥？我人生到今嘛为止，做的每一件代志，拢对伊去天地良心。你讲了无唔对，我若是无拍你，我嘛对袂起天地良心。